坐我们美女萌萌的车，我们现在去超市采购。我们上次采购什么时候啊？在哪里啊？在东方吧？不对，都忘记了，好像是在植物园吧？对啊，所以说上次大采购啊，这次老妈说要采购什么？面、油、蛋啊？酱油、醋。酱油、醋。哦，对，鸡精。这次要个大采购啊，主要是日用品的采购哈。这里看我们前车是皮卡，还是有优势的，可以进地库。我们现在去永辉超市采购，不过这里人好少，你看车都很少，不知道东西多不多。你要坐车里吗？哎，你坐我进去。你进去吧，来。不行。草垛是柴垛鲜鸡蛋的，12枚8.9元，还挺便宜的。3月12号，来两盒，放前面吧。五得利，5斤16.9元，五得利好一些是吧？保暖袋。看我买个好吃的，我请你吃。吃什么？臭豆腐啊？怎么样？我不想。好吃的我请你啊。吃完了放你们房间啊。我买了味精。老妈说要这个是吧？3箱，拿两个。老娘说拿这个，我记得，两盒够的。白砂糖，哎，白砂糖不是绵白糖，就是带这个功能的挺好，你看好倒这个。这不是绵白糖吗？绵白糖没有这口的，有没有带这口的？这你房车出行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买东西你都要讲究的，你要买个这样的，你看多好倒。但是绵白糖没有是吧？做菜的时候用。绵白糖，搞两袋。火锅底料，火锅底料名扬的味道好。没有的就德庄吧。香油搞两瓶，拿小瓶的，因为这小瓶的刚好放在抽屉里，好放。陈醋来一瓶，酱油。哇，玻璃瓶子容易碎啊，拿这个吧，塑料的不容易碎。花生油99.9元。好，拿这个吧。五花的花生油搞一桶。薯片放上面。晶晶拿了一个好奇怪的薯片，板栗味的薯片。可以啊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咦，芬达苹果味的，这是我爱喝的。哇，哎呦，不好拿。再来一个。你要喝什么口味的？不要。这什么口味的没喝过？好难啊！这是哇，茉莉蜜桃味，搞两个，搞两个。新品吗？啊，支持一下。哇，这是西瓜味的，应该。这什么？水蜜桃的，来搞一个。有油的凤爪100克，它俩价格100克180克，差不太多啊。29.18元，那这个小包装，你。来包泡面吧，万一我饿的时候想吃，搞一个龙粉丝啊，龙口粉丝。微微豆奶，欢乐开怀，拿个麦片，豆浆粉，黑芝麻糊，不发，一车满了，好像一车不够。青辣椒，薄辣椒，这哪个是青辣椒啊？这是薄皮椒，搞不懂哪个是啊。它就这么打，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对啊。甭管哪个也要买，对。要乖。好，黑了。大蒜搞起来，老娘特意交代买大蒜，必须买好。4.38元，蒸鸭血，来一盒。哇，这个血肠没吃过啊，这里面是米。血肠啊？这里面装的是米是吧？糯米还有花生。然后猪血。对，猪血。是怎么吃啊？就蒸个热了就可以自己咬着吃了，蒸一下就可以了是吧？对，蒸一下热了就可以咬着吃。搞一根试试。这个老娘说要买韭菜炒虾仁，哇，这韭菜不太好哎。啊，这个好。那谁嘞？毛毛来拿个袋子，来，把袋子装。嘿。哎呦，那就。累，我这个弄的就不好装。多来一点嘛。来，再来。哎呀，幸亏你来了，不然我都不好装。来，嚯，
南北的路中来就教我自己连水来，好，这就行。西兰花装里了，西兰花，对，这个吧，青菜，炒点西红柿吧。好的，西红柿看着挺红的，味道不错，应该。这个蒸一下，老师傅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红山白雪。对，西红柿拌白糖。昨天老娘给炒了，他还不高兴。来，坐。哇，这个柿子很硬实哎。硬实的好还是软的好啊？您不是吃柿子挑软的那些吗？那硬的它是不是可以放的久一点？这事儿好，可以拿去，2.58块，还挺便宜的。来，4月1号，买点买点，这是荔浦芋头哎，广西桂林荔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桂，我们不在桂林，我们在北海。哦，北海。来来，荔浦芋头搞一些，哇、哦，这个上次吃很好吃的，但是好像不太新鲜了，是吧？里面的好不好？你搞两个先试试。泰椒凤爪什么口味的？闻一下。来拿一些，你帮我拿个盒子，拿把扶着点哈。哎，一会儿回去喝酒。长嘴鱼是什么鱼？它这里的猪肉不太新鲜了。看今天老师傅挖的是哪一种？这里还没有。再给老娘买个木铲。今天我们买了两车，一会儿看看多少钱。你买菜这两车一共多少钱？500多。你猜？那你猜个数嘛，谁猜的接近，就算那谁嘛。算哪什么？加一起。550。550，你？看谁猜的最接近，谁赢啊？输的那个出去请吃好吃的啊。三个人有一个最接近的。570几？580。好，我猜590。走了，看谁猜的最接近啊？550、580，我猜590啊，看谁猜的最接近。目前166了，一车已经没有了。看这样子，好像萌萌你有赢的希望啊！已经一车了，才166。这个比较贵一点，你这里的可能多一点。这里多一点点啊，你可能要赢哦。因为菜的话，我说一车已经完了，才166。他猜是550，他猜580，我猜590。大哥，啊，那我猜590啊。对呀，看谁准，谁输了，谁差的最远的谁买单啊。现在是已经330了，还有啊，还有没刷完。好，430。继续，哈哈，谁？哦，好险哦，差不多，真的。谁能赢呢？现在已经500了，呵呵，我已经看到谁能赢了。550，他说580，我说590，这个也刷完了啊。刷完了，感觉没有了。OK， 最后结果是683，完胜耶！你们两个输了，快，谁输了？萌萌输了。然后请我们吃什么了吗？580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输的最多，对，你输的最多，550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回来了，然后老妈在整理这些东西了。油都拿进去吗？娘，酱油我买了个大桶的，这些吃的我们分赃。我买了根血肠，娘，里面灌米的血肠，没吃过，他们当地特色，熟的蒸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停车场现在又走光了，就是我们几辆车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收拾一下，然后洗漱，准备休息了。明天还要去赶海。